够牛逼才对，对，没错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开实况，我们在跟你们开台，很多时候会装逼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这个装逼的过程中，就是在还没有开台、还没有成名之前，就是还没有你们还不认识 NY 之前，在那之前，我也是个菜逼啊，而且是从头开始的菜逼，比你们都还晚加入这游戏啊。为了今天能够在这边打这个韩服牌，我也能够，哎呦，大家比烤窑没遇到、啊，抽到了、欸。漂亮，手杀！我也能够今天打到这个分数，能够打到就是给这边大家做教学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努力、很多练习，才有今天啊！不然你以为他妈的 NY 一开始打咯，哇，就跟神一样，就跟今天一样，是不是？并不是啊。想送宝石，其实应该是底下借的，不过算了。路可以上路吗？可以啊。凯恩现在强吗？凯特琳不是那么强吧？我觉得其实可以玩啊。Faker 那是天才啊。这个游戏比我天才的人更多啊。我相对于你们来讲，我可能算天才，可是相对于更天才的人来讲，我就只是一个庸才而已啊。所以职业选手要当职业选手，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啊。夜修里面。讲过荣耀再玩十年都不会腻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于这个游戏多么的喜欢，多么的热爱啊！很多人打咯，就只是其实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他们只是纯粹打咯而已。但有的人是真心喜欢这个游戏，真心很热爱、很热爱这个游戏的。有的人是这样子的，就真的是很喜欢这游戏这样。有的人并不是，但是有的人是啊。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。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，每个人在就是会有。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因为这种不论小说也好，解说影片也好，这些影片做出来了，它就是死的东西了。那这样的东西会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的不同的这些旅程啊，而有不同的看法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导致《全职高手》这部小说这么多人喜欢，这么多人看。嗯，你看，我觉得我们不要说，靠呀，我要按照流量了。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谁谁谁怎么样，谁谁谁怎么样，搞不好他付出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啊，搞不好他们付出的努力不知道。虽然说可能有一些负面的行为，这个很不好，但是就是怎么说啊，他们能够站上去的都至少后面有他们的努力啊。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那个而已啊。感没戳到，这张没戳到很伤啊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我们用一技能起手加上 W 的连技，直接还戳到这个雷文了。回家吧，这波线很大波，雷文没吃到，他其实跟死了没两样。他不想上我一套，他有点燃的，可是他应该登他不了我，再推一波。他想我想秀我、欸，但是我没有回的意思。我点燃15秒，我也有点燃的，我其实不虚他的，可是我杀不到他，因为他有闪。我稳一点吧，我毕竟身上有蓝 B 啊，我不想喷，而且我有传送的，我消死掉，尴尬。如果我们的打野是有控制的技能的，我其实会 TP 下路。可是这个看起来下路是没搞头的 ，TP 上路吧。有 TP 不用白不用啊，因为那个雷文他不是带 TP 的、啊，雷文如果带 T 的你就不能这样用啊。但是雷文带 T 的你就这样用没差、啊，因为把他带 TP 的、啊，你这样踢回来不会死啊。而且我会稍微小控一下这个线，只是因为我出了火斗，其实不好控线的。但我们可以慢推，可以让他掉经验。你这波如果你推线，其实他掉不了多少经验的。但是如果你控线，他会掉两波。所以你稍微控一下啊，不要太快吧，打到跑车啊！谁订阅了？感谢七个月干爹主页的续订啊，谢谢我、哦、七个月干爹，七个月干爹，感谢你的订阅，谢谢。
WP 现在没试用，对 ，WP 现在没有试用十四天了。之前有，现在没了，那好像是活动吧。你死了，再见。这波血量算得准准的、啊，上单雷文他已经爆了。这个版本其实已经没什么在玩雷文了，因为这个版本雷文不强啊，其实已经不强很久了。我以前其实也是命雷文的、啊，在 S4 S3 的时候，在 S4 S3 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雷文很火，我很喜欢这个角色。别的不要说啊，我不是丁粉，但我也不是丁黑。虽然说有些行为的确让人看不喜欢，可是我讲实在话，丁特有没有付出努力？一定有的啊，一定有的、啊，一定有的、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别的不要讲 ，TPA 时期我不知道帮他说什么的，我只是要讲对他有没有努力这件事情要讲，要说而已。因为很多人不太会看到职业选手后面的付出跟努力。TPA 时期曾经不是有过扛摄影机的先例，补过各种位置，被 PDE 板上。欸，就是他还在偷一只 S5 之前，就是被 TPA 板上被喷成喜憨儿。虽然说现在也是各种被虚掉爆开，但是就是在那之前，他也是各种被喷成喜憨儿，人家还是走过来了。就我不知道帮他刷什么的，因为我不是丁粉，也不是丁黑，就是说我要帮一些职业选手讲话，就是他们曾经，就是他们一定都有付出他的努力才能说站在那边的、啊，一定都是有的、啊，只就是对，可能因为一些事情让一些人不喜欢他，但是有付出过努力，肯定是有的。肯定是有的，你不能够因为不喜欢他就扼杀掉别人的努力啊！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每个人的努力是需要被肯定，也不是需要被肯定，应该说是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你可以不在乎他，但是你不能够否定掉他的努力啊！应该这样说啊，你否定掉他的努力是一件很那个的事情啊。你 S3 S 排位很高吗？我 S3 末期就结算前一个月开始玩的，我 S3 的时候结算的时候是金牌，也就是说我玩英雄联盟一个月的时候就是金牌了。然后我玩一年的时候就 S4 的时候 ，S4 还没有结算前我就已经钻石了。然后 S4 结算后我就跑去打韩服，然后跑去韩服修炼，所以 S5 的时候就有韩服钻石逛 AD 这个 ID 了。因为 S5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上了韩服钻石，所以 S5 的时候就有那个 ID 啦。有没有努力付出跟天分是一回事，是这样没错啊。你能够努力，不是你们如果看《全职高手》的，里面就有一句话讲说，你把努力当成什么东西啊？在这个赛场上，努力是最基本的东西啊。如果我说输了有所，我忘记他后面讲什么了。反正你如果输了有所不甘，那就去更加努力。努力这个东西，在这场赛场上，每个人都很努力啊，没有人不努力的、啊，每个人都很努力啊。所以你拿努力来说嘴。就说不过去啦，在这个赛场上、啊，每个人都很努力啊。你可以说今天输了很不甘心，但是每个人都很努力啊。啊死了，可是我好像也会死，会死吗？一，但是我没死，漂亮。努力在赛场上是在职业联赛上是最基本的，因为很多比你更天才的人，比你还要努力啊。靠腰，应该直接一了，可惜了，这波有点贪心了吧？这台主怎么跟阿北一样正面？哦，没有，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抱怨队友耍白痴，但是他耍白痴归耍白痴啊，我们还是会继续打、啊，我们还是会靠背队友几句的、啊，还是会嘴炮队，还是会我们不会打字喷他，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打字喷他，除非他这场一直闪我问他，或者是他开场有用英文骂我之类的，我才会打字喷他。不然基本上你看一下这盘队友，我现在310，总比分5-3，我队友也是很坑的、啊，我还是讲几句啊，但是我不会直接喷他、啊。哇，打起来，干起来，这不干起来，兄弟。去死吧 ！Nice， 拉一下，奈德利来了。这波有点拼，别了。
一直在背着我，但是我想杀他、欸、怎么办？兄弟，兄弟，你就那样回，然后真的被断回家，我会上路了，这下路看起来没救了。拼一下队友，希望不要送。他能不能送，我掌握不了啊。但是我拼命他，有拼有机会啊。嘎，你别死哦！好啊，没死就赚了。他没死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没死的，但是他没死就是赚的，因为至少他没有死。不论他是怎样没有死的，不论他是不是有听到我的拼，然后。就是对，反正他没死是赚的。我怕更可以不挖格雷夫，那也是蛮屌的，对，那也蛮猛的。那德利前面被我干了一个蓝，然后开两个送头，他还三一。哎，我没有查烂机，这盘那德利爆出小号，因为其实你打到韩服大概白一钻石分段，现在都在白一钻石分段，虽然我白二，因为隐藏分很高。你打到白一钻石分段的时候，就会常常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人啊。他不知道是不是很奇怪的人，但是看起来有可能是，因为他前面其实混得很惨，他还是肥起来了，那是蛮不容易的。顺风场每一个含不钻石的玩家大家都会滚啊，可是逆风场你还能不能像他这样滚就不好说啦。没中，空余了。每一个含不高一点的玩家其实顺风场大家都会滚啊，可是那种逆风场他能，哎呦，666。雷文扣招啦，八七，哎呦！我可能会死、欸，因为他们人有点多，我们还是凑这边吧。八八，但是我可能要死了。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跳蚤，有跳蚤，有跳蚤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兄弟别，兄弟别，我上去吃冰去了。千万别做傻事啊，兄弟，我不在哦。你们这把要赢，还是要靠我身上啊？所以别做傻事啊，对哦。我现在610啊，只要你没有打团战，就意味着他们是6-1的团战啊，啊，不是，就意味着5-1的团战啊，因为我死过一次。只要你没有去打团战，你至少就拼队友退一下、啊，因为你只要没去打团战，队友就是一个5-1啊，1-5啊，那肯定会输的，就拼他们一下、啊，别做傻事啊。这一次是不是非要 counter 很严重，还蛮 counter 的，但是通常会把它 ban 掉啊。我之前有一次我玩就遇到有人 ban 菲斯，然后有人 ban 菲欧拉，操！我上路直接没咬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只好害我去买个剑魔来玩。哇，赶着牛帮吃鱼、欸，人真好。不过你死了，那牛帮吃鱼、欸，人也太好了吧？说他可能不是自愿的啦，但是他就是帮忙吃鱼了，他可能不是自愿的啦，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自愿的，但是他至少帮忙吃鱼了，真的太好了。真的是牛帮忙吃鱼，不知道是自愿的，但是玩得不错。这版上路飞是真的很强啊，强的点在于连我这种弱智都可以玩得很好了。我其实上路对线是一个很，我其实我上路对线很差的，就是我打上路我靠上路爬分，我全从不靠对线，因为我对线从来不会赢，弄不好会被打崩。所以我打上单从不靠对线，可是玩飞斯上路的话，我还是可以对赢很多人。在这个场的话，剑魔是啥？剑魔就是欧大师啊！为什么讲话声音跟我这么像？嗯，难道你是另外一个我吗？你要不要call in进来？可是我没有开放call in。难道你是另外一个我吗？跟自己说话。我可以把他秀，我可以把他背头一波，我让他就可以一波啊，不是背头一波。哇，这个上单，这波兵全掉光。我说不是想 TP 中路啊，因为凯特琳不在。好呀，我别讲话了，兵全漏光，兵一直都没吃到，极惨。
Nice。虽然这波呢，没有人能够就是鱼丢中啊，但是我还捡到这个头了。回上路吧，去跟着雷文玩。我有个各种资源啊，我其实已经八亿了，那雷文还在零二一。我这把做事比雷文多超级多的，只是就是对他的队友比较强一点，他的 EV 比较强一些。他们的伊泽玩的比较好，会单杀吗？有机会哦。等下 Q3 用了再。Nice。哇，不要！我没蓝了。你要跑啊，兄弟！我没有蓝了，没有蓝了，真的没有蓝了。别再继续了，撤了，兄弟！我真的没有蓝了，不要逼我，拜托！再逼我要自杀啦！别再逼我了，兄弟！真的没蓝了。干，你们这些人不要拆我塔，我跟你讲，你在拆我塔，我拿脑修直接开下新兵。这上路他有点怕，但是他不得不怕，因为他们剩三个人啊。我们就帮他守这波啊，他卡可能掉了，但没办法、啊。你觉得台服人都是废物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台服人都是废物？我还不是台服出来的，就算我在打韩服，我也不会忘记我是个台湾人啊。我还不是台服出来的。没有什么哪一服的人都是废物的、啊，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人都是废物的、啊。废物是不看群体的，好不好？废物这种东西是个人的，这种东西只有个人废物，没有群体废物啊。敢就是你，你可不可以每次都那么有义气啊？然后每天帮人家，人家，哇靠，这伤害怎样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你们治愈，你有治愈你不按。真的是日你妈这 AD 欸，他按治愈我就活下来了，干老子！这种队友就很靠背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治愈他不按，通常会喷的有两种啊，一种是那种放弃治疗，就是放弃治疗不想打，然后挂在家里摆烂的那一种。你就算走出来动一动，你 BD 都好，你至少不要挂着摆烂，你动动都好。然后通常会喷的就是那种放弃治疗直接挂在家里的那种会喷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像那个卖你的，就是可能可以打，然后他不打，然后卖你，或者是可以救你他不救你，他妈至于扣的不按的，放个等身利息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们赌。他刚刚那波不敢按治愈，他等一下就是大概治愈 CD 好的时间吧，他也不会按到那个治愈啊。因为卡特琳他几乎没来打团战啊，哦，你没什么屁用，然后无法放治愈。整队能打就是我跟我们这上中野啊，那卡特琳没有屁用的，就是前期没有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屁用啊，他要等到后期点他才会有屁用。现在他其实还没有到他的 carry 时间点，因为那角色的性质就是这样。赶我空爵，我没关系，先走位。哎呦，勾到了！再踩一个，他死了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我被他打。先打塔好不好？没命了。先点塔好不好？这塔可能磨不掉啊，队友太惨了。你们去吃那个啊！哎呦，喷闪没死就赚。那有人喷那个伊利很凶啊，他一个直接打那吸血鬼喷闪。你看那个对方伊德瑞503啊，现在伊德瑞有点肥啊。干，怎么又死了？算了，容浪了吧。他们刚那波不该继续抹的，应该要直接去吃龙了，不够果断，而且因为血鬼残血了。欸，那个伊泽瑞他现在想要靠自己救这盘游戏啊。我在上场不就讲了，很多时候那种能不能翻盘其实是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上了。
那个伊德瑞尔这场就可能会救起来啊。FV 干嘛？我在打 K 啊！叫我干嘛？等一下回答好了。靠呀！他们没有上，我白 TP 了，我放完没 TP 了。好，擦个眼，路过擦个眼。下路打波前买个三项吧，妈的，白 TP 了这波。我们蹲一下，奈德利感觉会过来，我感觉奈德利会过来的，但他可能不一定走这边啊，但他一定会过来。漂亮这波，这样 TP 就不亏了，但队友要送回了。我、哦、他们打赢了哎、欸，我的他三奈德利队友打赢了，可以，队友也做事了，队友起飞了，干得不错队友。像那种队友，你打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啊，因为他们是可以打的，他们有作战能力的，他们不是说全部都跟个伤兵一样躺在那里，完全没有屌用的，那种就打很辛苦啊。最辛苦的场就是你一个人在 carry， 然后结果你的队友全部都跟三晃一样，全部躺在那里，什么都不干，那种场最辛苦。这把场，这场是队友是正常的。他们吃很极限啊。啊！完了，他们送匪了！等着，盯着，我在靠了，他们打赢了、欸！哎、欸，对方有送匪、欸，对方四打三打不赢哎、欸！凯特琳要开秀了吗？凯特琳他现在有两大装了，他可以开始做事了，他现在有装备了，他可以开始点人了，各种走哎、欸！要上吗？先干这个啊！他死了，再杀一个，漂亮！我要坦度，好坦度，继续顶着。再戳一个，再弄他，嘿 ，nice， 团灭。这就是 AD 的无奈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很好玩得很好了，那个伊泽，我要帮他说话。啊，血鬼等一下，他都死啊，这血鬼，他已经玩得很好了，可是就是 AD 的无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装备不够，面对这个血鬼，面对那个飞丝，你要他怎样？他的 A 的能走的都走了，是 AD 的无奈啊。很多人有说，像我在开台嘛，有些教练是还嘴炮说啊，你看嘛又死了八七之类的，一直狂洗，操，你来打啊！妈的，这个飞丝跟那个血鬼肥的跟鬼一样，你要 AD 怎么 carry？ 有时候真的很赖啊，我讲实话，因为看着他那样子，我也是深有同感啊，知道他的无奈啊，知道他的难处啊。开到几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接着开吧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应该选上单飞丝爬分啊！我的上单飞丝爬分的胜率有80%吧，应该有80%。我没有看，因为我之前我好像唯一输过的一盘是还两盘，好像是因为挂网输掉的，不是挂网，就是我连不上韩服，然后被 RE 了，然后就去强制判输这样。唯一输掉一盘是这样子啊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输来的，感觉可以靠上单飞丝爬分了。很歪看，哎，你好。不过上那个飞丝也不好选到啊。如果我上过没有飞丝，我就要玩乌萨斯了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两盘都没有人变飞丝，比较运气比较好。因为我会买乌萨斯也是因为我怕被边角啊。我上过只玩斗士的，我不玩坦克的，而且我也没买坦克，所以我很怕被边角啊。敢没中。好、哦，这把鱼真是装饰品。哎、欸，我这个鱼好猛哦！我有一个用鱼挡掉了这个牛的顶，这鱼好猛哦！
但不会死差一下，这要顺走。一直戳，一直戳，嘿，想进温泉没都没有啊！我还有 GA 的呢，嘲讽一下，这伊利很无奈啊，他丢完全不掉血的，他很无奈啊，他丢完全不掉血的，再见，再戳一个，这个伊利非常之无奈。可以问一下上单飞士的符文天赋吗？你看 OPGG 吧，因为我上单飞士的符文天赋是乱配的。我的符文是，就是我不管玩谁，我都用这一套，因为我不玩 AP 角，所以不管玩谁，我都用这一套符文啊。所以你如果要看符文的话，不要看我的，你去查 OPGG 会好一点。还是我加26分啊，只是就是刚刚输两盘很伤啊。我们改打上单好了，狗才打 AD， 妈的，今天打两盘 AD 都输，右上角。